的草原，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。日前网上流传着张纪中生病住院的图片，还有人爆料称他和妻子打架闹离婚，引起网友热议。而张纪中本人发布了一段视频，并在评论区回应了这件事。画面中张纪中穿着一件黑色复古上衣搭配宽松长裤，看起来相当棒气。他在大草原上迎风而立，张开双臂唱歌，声音浑厚充满力量。有网友问他不是在医院吗？张纪中回复表示，网上流传的是6年前的照片。15日，记者杜恩湖为张纪中辟谣，称张否认网络劲爆。10月2日，与妻子杜心凌做妻子鉴定，打架闹离婚是一派胡言。2日，他在内蒙古和华裔人看项目，没有打架离婚。张说，两个孩子绝对是他和杜心凌生的。